你说如果我们被这个老夫子大盗，你怕不怕？其实不用怕，怎么处理的？等一下展现给你看。一三，再三，嗯，好，这一波当我们临死之前，一定要拖三个小兵下水。一，大家觉得我杂技玩的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别急，等一波。我想一下呀，你现在要补防御装还是输出装呢？我补了个鬼！吹 A， 连接。我这个钥匙啊，不，这个钥匙真的讨厌。好，我要四级了。然后呢？要喝。我早知道应该把这个小兵劈死了算了。阁下为何要加害于我？哥们走得非常稳，扛两下是个意思。我的天哪！人呢？为什么是我一个人？我逼着他。你逼。逼着他。你逼。逼他。你在逼。哎，大仙，你行吗？这李白还没死啊！轮上有八的男人，个个都是传奇。哦，这玩个鬼，这些人都死不掉的，我服了。不，你不行。这没死，这你敢信？他就最后一口气站到了现在。这个药，这个英雄实在太变态了吧！一生之敌中方药。哎，我这大他的时候，他进了个草，我就锤不到他了，我服了。哎呀！起来！走位！一手一技能，拆塔！塔！叠塔！虎牙688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